摊商把基隆市议会写有龙吟德瑞的春联直接张贴在摊位上显眼的地方，也请议长童子伟亲自签名落款增添喜气。快要农历过年了，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一大早在市议员施伟镇、吴华家以及郑文婷和陈怡陪同下，专程到果菜市场发送基隆市议会红包袋以及春联，向摊商和采买的民众拜早年。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也希望说呢，在除了我们原本的政见之外的地方，也希望可以在很多的地方再继续做努力。那希望说在新的一年呢，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和乐融融，那阖家平安。为了要迎接新的一年哦，龙年行大运，那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市场的摊商以及许多的好朋友，能够在龙年有很好的一个开始。那同时也希望大家在龙年一切吉祥如意。那呢，就是希望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龙年甲辰年，我们果菜市场以及我们基隆市的每一个努力的人呢，大家都能够欣欣向荣，然后呢，我们龙中探吉，祝福大家新的一年福运龙来，谢谢。之后，议长童子伟也和市议员吴华家以及施伟镇再到成功市场，向摊商和民众贺新年，新年快乐，生意兴隆。最后，议长童子伟再到仁爱市场致赠红包袋和春联，同样受到欢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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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老板娘，新年快乐！祝福你啊，议长祝你永远好。在台湾乡亲，吉祥大吉，吉祥！好啊，好啊。来，好，各位大家打开，来，三二一，茄子。议长童子伟除了向摊商和采买年货的民众拜早年之外，也再次感谢各个市场在总统大选时对赖清德和萧美琴的支持之外，也强调新政府的成立，基隆市未来的发展将指日可待。我想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各大市场，包含果菜市场、成功市场、仁爱市场的这个主委跟管理委员会陪我们，大家一起来市场拜年。那首先呢，我们来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大家对赖清德总统的支持。那我们这各大市场，全市的各大市场，其实也为那个赖清德总统第一次举办了一个全市的市场后援会。那时候萧美琴副总统我亲自来跟大家拜托恳托。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除了拜年以外，也感谢大家对总统、副总统跟立委候选人当初的支持跟照顾。我想未来大基隆地区的发展指日可待，因为赖清德出生在大基隆地区，我们接下来基隆的发展，包含我们的市港再生计划，还有能源转型，包含这个七堵的捷运，我们这个基隆捷运，然后七堵的这个工业区要改成科学园区的这个整个廊带，希望透过中央跟地方的结合，那我们希望在基隆呢，我们所有党公职的人员都是共组一个叫做基隆队，不分任何的这个你我，就大家基隆队共同来为基隆打拼。那我们也希望跟中央可以做一个对接，让中央的资源可以进入基隆市政府。那也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这个透过大力的这个写计划，来跟中央政府争取相关的经费配套，包含我们未来的长照，对基隆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我想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机会，跟摊商逐一的拜年，也来跟大家这个祝福，那大家生意兴隆，龙年吉祥。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